不要那个。130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姐，那给我添肉，给我添肉。那你不，那我也要130了。梨花五总共差2.6元。我没带整高。啥姐？哥那个该131.5，还不中，给130，要130。哎，都不要，我现在卖那个，我看都没带。没带。不带。姐呀，你问我大姐，我大姐在这买上去了，是不是？大姐。问大姐有啥用？搁这一嘎达。啊？问大姐没用啊，我大姐不能给我作证是吧？大哥，那啥时候能剃啊？快鼓不？啊，马上了。我看你剃完了，这还没到我这呢。我都拍多半天了，早拍了，都是卖完那一个猪肉了，才拍那个拍。卖完半拉猪都没卖了还。你要大半拉猪的，还要小半拉猪的。啥都行，你给兄弟弄啥，兄弟拿啥的。是这个意，这想的，够意思。我去，你来前线，人家前线；来后线，后来中间就来中间。多点多点，少点少点，不错。来肉吧，哎，他多少买五着，大姐，啊，12，来多少大姐？这到这儿能有多少啊？这样70-80块钱。好吧。肘子多少钱呢？10块。肉是50的。好，75。肉50，130，180。着急了，我今天好不容易多待一会儿。哎呀，是啊，咱哥俩上家待着好，上这儿对吧？因为我接你上家待着，我怕你不去。啊，给你75，找钱。再说来个找钱。75的。行。啊。这有一句。大哥，你要着急，我这问你提，我这问你提前上。是75的吧？着急不？你想给我提哪片啊？前上。中间的咋的？啊，我中间不大吗？那你说错了。信我的吧。行，你弄啥都不要。18一斤，那没几斤呢，6-7斤，差不多。你那中间你卖好不好啊？可以啊，行。你那排骨，多少钱？谁的给我上课都腰了。哎，卖肉的。鸡巴大呢，这。那中间排骨卖了。啊啊！搁这搁点肉卖。赵多钱？赵50-60块钱。哎，行，稍微等一会儿啊。我问你，你那中间你卖了？卖了。卖都在这等着你，卖了你别等呗。行，把肉卖完了，大姐稍等一会儿，一会儿就提了。把肉中吗？够不？这些给60，来多少钱？我说搁这儿搁一下中不中？哎，好，6-7斤，要厚点。20，哎，买个厚的，我多一点。来，这样的啊，你中间不还等会儿呢吗？啊，这是咱们那个150，那找多少钱？大哥，找多少钱？叫52吧。我爱你吗？我今天都不够卖。别差了，忘了，我爱你。这回忘不了这个。行，这俩加一块儿，再看大哥能接受多少。3块钱，小块儿也没人钱。你为啥敢做？你3块？你先给这给我来一半。哪一个？五花肉啊。稍等一会儿，中华姐，费那你排骨剁了。给兄弟排骨剁了，稍等一会儿，婶啊。一个要求，小点块给我剁了。好，哎，哎。这单都正好。这人要的，要不就来这。这是好吃啊。你吃啊，给这块给你，先肘着，肘着一样，肘着厚点好。那你给我来一个。好，182，留180啊。他剁完了给你剁。给我来个肘，要了我给你少钱。好。嗯，咱这小点，拿啥来大的呀？好，点点。那是多少？180，180，这个30。这要多少？我来一份。飞娜，搁这儿了。这肘子跟那排骨啊。我绞了行吗？这个腰给我来。这个。对。绞了那个肥。够不？16块钱。
行，这谁呀？这个大兄弟，帮我把皮剃掉。哎，三儿在家。二斤五花肉。哎，我这稍等一会儿，我这个得搅完了啊。婶儿啊，四十五的够不？四十五。啊，啊，都搅了。嗯，那六块五花肉呢？这。五个忘了五个，你这没一只窝，你照你体型吧。那么大，那就行了，这样就行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这个你中间能挑开是吗？能，这是五十，行啊，这三十八十，费力收了。哎，兄弟，说这棒骨好啊，扇子骨好啊？看你想咋吃，就是弄点汤炖炖的大骨汤。你要弄汤还是棒骨？棒骨。你要说吃柴骨肉还是扇子？啊，真的啊，这个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。够啊，行，这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两个，够不多，来两个得了，来两个，中够不？行，给五十得了，行，给这高排骨，别别别，别舔了，能排中，哎，你行了，你差不点没毛病，那还你别够了，降价降，我谢了啊，这个这跟这一斤五的，这是五十，小点的，二百小点的，二百零二加二百五十二是吧？啊对。包包大哥，你给我咔咔上包了，赶紧我手头大哥不用你咔二分干净，行吗？七十二，中吗？中，就这你，真的？啊，真的？对，赶上月子拿的，这怎么缺的呀？拿到怎么缺的？够不？十二，二十块钱的是吧？要这面？哪边都行。我看我妹子比划这面呢，我这给拿这面。是二十块钱吗？咱哥俩别要秤了，你干不？你信？你拎在这外头。这边还行的吗？哎，你好，大哥。啊。哎呀，你这眼睛真准，二十一块，你怎看着多一块呢？二十一块六毛钱，改二十一。成天买肉还不知道多准呢，这还得买。我抽别的烟，这烟你。是这个意思吗，哥？啊？这边有吗？没有。没带、哎、这块肉好哈、啊！哎呀，这数字六十六，妹子，看吉利不？欢迎收看七十二元。张大，哎，我没钱条啊！啊，要几个？啊，要几个？要几个？这省你说没有吗，大哥？有哪儿呢？啊，兄弟，这钱条你别剃，剃都不留家吃，大哥。马上啊，大哥。微信收款。这就第二刀，走着卸一刀了，这不第二刀？那第三刀？要第三刀？为什么？我得问问你为什么？不喊了吗？微信收款50元。大哥，啊、说你心里话。你对这个研究研究？啊？是这刀是这刀肉好？你可舍不掉？你说你？我不要。交给你，来，费大劲，是吧，少人？你也多买点不成？你就来。买不来。二十六。这个二斤呢？那再给我来一斤。再拿那真拉来，我亲哥呀！你再来一斤，我自己家留点什么上老头那儿去。再来一斤太薄了，他拉不出来。不，我上次包馅就要一点。在这拉一嘎中吧。嗯。在这拉一嘎子中吧。在这一切的单腰了不？行，单一块腰就行，反正正好五十，二十六二十四，我来一块来，啊，行，哎，等会啊，你看这是多少钱的？五十，我说二斤，完非给五十的，你这事儿啊，不能这么着。大哥，我告诉你，你买太少了，你三十收，二斤多点。我跟你说，家里有肉我就吃。那二斤多点。哎，行。一开刀就没了，好不好？是肉好，你得种植好东西，人也好。人也好，大哥是吧？收来二斤多钱。你好，我看我嫂子来了。现在都给对上号了。微信收款30元，微信收款28元。没有，咱这31，大寿。你咋的？
这个梅花肉薄点也行，啊、也行，多好吃！别挑了，咱们自行车来吧。这头上给我弄一小小的，三十一元，我都肥都给你骗一条了，现在。真棒，这个，这肥肉吃到这超大个儿了，这肥都骗下去，肥得留家吃，瘦的慢。好不好吃？好。那个后面是梅花肉了吗？这一条都是，就瘦肉也行，来吧，行吧。那个给我来一半行吗？那还不行。这后面，我要这边啊。啊，中。先这个吧。嗯，行。一会儿那个要再有的话，好，三十四。银镯子搭个金溜子还得是。三十四元。买啥肉啊？没着。上个呢，这边给我来一块，来边边小是吧？是，来一个大边的了。五千。妈呀！大人你买完了。对，你要多少钱？来一半。给五斤。那你。五千。六十，大姨，是五斤吗？六十。那我要这个。那是我要的，来吧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人要呢，大姨。哎呀，啊，你来这个吧，这六十的，就他俩一分的，我这赶脚出来了。我有点急吧？没有呢，急啥呢？就在套子那儿。套一个，接钱六十。来，来钱递我。能，来一半。这剃不？剃。来哪一个？来这边一个。嗯。四十，人家还要五六十斤肉呢，没有要八六十二，要说呢你俩一半得了，是吧？你那也好十二，他也买，他也买，没有要牌了，来千超来好几五中，他啥不等吃不？不等吃。